大家好，又是今期流行的时间。芝芝呢严明熙在2022年呢其实都出了很多首歌。咁数数手指呢包括了两首个人的广东歌一水两方和盐啦。两首个人的国语歌复杂和最挂牵的。咁再加埋有两首合唱歌啦，包括了同阿张慈豪合唱的 Together for Good， 同埋谭咏麟嗰首旧歌，即係校长嗰首。旧歌新唱的《明天仍要继续》之前呢做节目都有介绍过啦。上个礼拜呢他又出了他全新的广东歌《好想约你》啦。这首歌呢出了短短得一个礼拜到呢，而家呢做节目为止呢已经有110万点击率啦。相信呢喺个点击率大家就知道这首歌有几受欢迎。咁简单讲下啦，呢首歌嘅制作班底呢，作曲嘅就有伍仲衡，填词有张美贤同埋呢一个霍家乐。咁啊，仲有咧就系编曲嘅伍仲衡，监制都系伍仲衡啦。咁啊，呢一首咧都可以叫做非常之悦耳又温馨嘅小品之作啦。咁啊，唱出咗爱同埋人情味。咁啊，旧年咧仲系新人嘅芝芝咧，今年咧仲打入咗呢一个叱咤我最喜爱女歌手嘅十强啦。咁啊，成绩就非常之理想，亦都系咧羡慕死人啊！一个新人咧喺今年2022年咧有咁多首作品，咁啊啲歌都几好听啊！咁啊，尤其是咧呢一首新歌《好想约你》啦。咁啊，呢首歌咧我听完之后嘅感觉咧就系、是、一首即系都几 warm 嘅小品啦，又有啲 sweet 嘅爱情感觉啦。咁啊，再加上仲有啲好同屋企人嘅亲情感觉嘅歌曲嚟嘅，咁啊整首歌咧简单啲讲，围绕个主题就系人情味啦。咁啊 ，MV 里边嘅芝芝咧有一个记录者嘅身份登场啦，攞住个旧式嘅菲林相机穿梭喺啲城市每个角落，咁啊见佢咧喺唔同嘅地方度影相，好有文青 feel 咁样记录翻佢嘅所见所闻，好似啲场景有坐船见到嗰啲维港嘅美景啦，咁啊见到个情侣嘅即系嗌交分手啦，咁啊亦都有见到啲长辈嘅 video call 睇啲外国嘅孙仔孙女嘅情景啦，咁啊其实就好贴地啊！讲真，而家今时今日你见到好多时啲画面，你条街度咧随时都见。到阿芝芝咧，就好似咧用佢嘅相机拍低大家日常见到嘅嘢，咁啊，其实个感觉就好亲近啦。咁啊，至于咧阿芝芝咧话拍 MV 嘅时候咧，都有啲虾碌嘢嘅，咁啊初头咧就话咧对住个相机咧就有啲拗头唔识用，佢话啱啱拍完坐船嗰幕咧，第一次就拎起个菲林相机就有啲不知所措啦，因为都唔知点样先拎得好。然后呢见到摄影师哥哥呢就教佢揸相机嘅动作，再跟佢做调教返自己嘅手势啦。咁终于呢都可以话系似模似样，都几似一个专业嘅摄影师。咁当然啦，芝芝嘅靓样再加埋首歌嗰个 mood 同埋嗰个色空整得好好呢，咁睇得就非常之舒服嘅。咁啊 ，MV 咧游走咗好多香港唔少好有历史文化嘅地方啦。简单啲讲，天星小轮啊、西环呢个石墙树等等啦，其实咧都系我哋平时咧嗰啲婚礼摄影师咧去影啲 pre-wedding 啊，有时去外影啊，甚至乎啲文青嘅男男女女咧。一个打卡影相嘅好地方嚟嘅，咁我相信咧好多嗰啲资源品咧睇咗个 MV 之后咧，唔知会唔会去翻阿芝芝佢呢一个 MV 嗰啲场景度打卡啦。咁芝芝咧亦都话咧，除咗工作之外咧，其实好少咧喺港岛区嗰度行嘅，咁我估佢应该系住喺九龙嗰边啦。咁所以咧趁住今次拍 MV 咧，可以令佢寓工作于娱乐，咁喺呢一个大街小巷咧感受唔同嘅社区气氛咁话。如果以个人单曲嚟讲，今年算系第三首啦，继盐同埋一水两方之后咧，今次呢首新歌好想约你咧就。是一个快餐店广告的主题曲来的。咁至于首歌的创作过程呢，睇返啊伍仲衡的访问都好有趣啦。因为本身呢其实呢一个唔系一首完整的歌来的。当时呢据称呢就系、是、为大家乐呢一个快餐店作一首广告歌，所以淨係得 chorus 嗰度，即係這感覺又想演嗰段呢就原本只係得呢一度。咁后尾呢，但係当佢哋接到 order 位要变返一首完整嘅歌嘅时间呢，咁变咗呢创作上呢就会有啲框框啦，大家知道即係本身首歌演嘅 chorus， 然之后你作返个 verse， 即係前同后咁 wound up， 咁有啲难度㗎，因为喺作歌或者如果即係创作人嚟计呢，佢哋需要呢个 mood 要啱，又要驚有啲违和感，
作喺前面嘅、后面嘅又要有啲呼应，咁啊变咗嚟计咧，的确咧系有啲难度。咁但系咧，大家如果就咁听落去咧，就唔系好觉嘅。咁啊，我又觉得前前后加埋个 mood 都好一致咯。咁啊，至于个主题咧，讲人情味。咁啊，歌名叫做《好想约你》啦。咁纵行都有讲过啦。咁就系话，大家即系嗰个好耐冇见面，咁啊，然之后咧就好想见，咁好想见，咁啊。这感觉就有上演啦，于是咧就好想去约你，咁啊变咗咧，最初咧原本首歌咧就叫做这感觉嘅，咁啊后尾咧就用翻好想约你咧，好似呢一个名个 magic 咧，同埋嗰个 message 好啲，咁啊于是咧就用咗呢首歌个歌名啦，咁我觉得整体嚟计咧个感觉都几好啦，咁我见到好多呢首歌喺个 MV 留言嘅朋友都大赞话呢首歌咧好正好听，我自己都几中意，同埋咧有种感觉咧。朗朗上口喎，咁你听一两次到咧，你已经好快咧，即系有啲洗脑嘅感觉。咁除咗广告嗰个威力以外啦，即系嗰、那个哒哒哒，又想演令人怀念，咁其实咧都系几好嘅一个信息，同埋都好易记啦。咁我相信咧，大家都如果听多几次嘅话咧，应该就好快识唱呢首歌噶啦。配合翻廣告嘅結伴同遊嘅信息啦，即係個廣告應該就係話成班人啊好有情懷咁去餐廳嗰度食嘢啦，咁所以歌詞咧固然就營造咗一份温暖嘅感覺，咁啊 MV 咧都展現咗一份遊走城市嘅生活感啦，由小輪到懷舊相機都係一份呢個温馨，簡單啲講，你有小輪亦都有懷舊相機，都係一種情懷嚟嘅，咁所以咧就好切合翻嗰個主題就係人情味啦。咁啊，呢首歌咧就有别于之前啊严明熙几首唔同曲风嘅歌啦，今次就玩小品文青 warm feel。咁啊，之前咧亦都用一啲比较淡然同埋放松嘅声线去演绎嘅。咁啊，好似咧喺你嘅耳边轻轻讲嘢嗰种唱法咧，咁啊令人听落都几舒服。咁啊，系近期一首咧，我自己觉得咧。不落俗套嘅小品之作啦，咁啊听落咧就非常之舒服嘅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佢嘅可塑性咧，其实真系非常高嘅。唱快歌，唱一啲好似一啲叫离愁别绪嘅，又可以而家咧唱呢啲嘅文青嘅小品，亦都好啱佢呢一种少女味啦。咁大家知道啦，芝芝咧即系十八岁都未够，咁啊其实呢啲歌咧就好啱去唱嘅。咁啊，我都好期待佢可唔可以咧现场唱翻呢只 feel 俾观众听。好啊，咁啊，听到我做节目嘅朋友咧，都欢迎留言对呢首歌有咩睇法，都同我哋分享下。好，咁啊，今集咧讲严明熙咧就讲到呢度，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合家欢频道，下集再见。